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我相信神与我们同在，他必保守我们平安的度过这一波的疫情。我也祝福在我们当中的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能够有灵确诊的恩典。这个时候我们一起，我们来祷告神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深知主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为要叫我们末后有指望。主啊，虽然现在疫情严峻，但是我们仍然深信我们是有指望的一群人。谢谢主，你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，保守我们，无论我们出我们入都能够十分的平安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在这段时间里当中能够善尽一切可以用的时间与机会，能够做一些平常或许不能够去做的事情。让我们在这段的疫情的中间不是留下许多痛苦的回忆，乃是能够经历更多奇妙的恩典。谢谢主保守我们每一位，让我们都能够安然的度过。感谢神，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愿上帝祝福大家，我们彼此加油，抗疫成功。